烤鸭我的了。哎，你面条开始吃，懂不懂规矩啊你？辣酱拌面条也是我的最爱，这个烤鸭今天必须是我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嗯，来，哎，你也不行啊！我这都是让着你的，我用得着你让吗？你别笑，一会可有好戏看了。这辣酱拌面条可真香，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来，哎，哎呀！你是不是玩赖了？就你这智商还用得着玩赖吗？这个辣酱拌面条好吃，今天我也是赚到了。来，全是我的赖，今天让你啥都吃不着。不信了你、啊、这个烤鸭我是势在必得。嗯，这辣酱拌面条可真好吃啊。哎、嗯，你少吃点吧，我一会儿留着吃烤鸭呢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，平均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就让大家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希望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嗯，来，我给俩来啥？烤鸭是我的，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